你没有体验过的东西，当然，因为你没有配过太多眼镜，你也很难体验过那个。但是有就很多特殊的，就是检查，就比较厉害。对，就觉得哦，好像有很多那个比较厉害的，对，类似的。那还是对，那他们你还是用亮的时候亮式拍的吧？可以。那他帮我拍东西怎么样？对啊，要亮。对，好，那就打亮。开工。那我们，而且那我们两个长镜头要放人要放哪好？你呢？看你，那就是你的问题。确实。你要拍这个。确实。就是你要靠上去的时候。你这边是摄影啊，是照片。你要按这边，你要按。我跟夜相机也不熟，我只会。是录。好，我帮你录啊。你就不用，你就不用停。我就一直开始录就对了。你等会。到时候你自己剪。对啊。